兄同学，还有各位前辈长，大家午安。那我是登记二号的候选人，是。那这个今年我就是小弟，我今年当了这个国际事务的主委。那我上次也是第一次去韩国，那去了一次之后，我也发现我们跟他们韩国这边经商的交流方面也是算蛮的融。不过我觉得可惜的是，除了一些会务上比较基础的交流外，我觉得比较深层的文化方面，除了喝酒聊天以外，我觉得没有真的有把两边的大家不同的国情跟一些比较实务上的东西能够多多的交流，这我觉得就比较可惜的地方。那明年是50周年，也是算是紧张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因为50年真的也是不容易，所以当然明年的会一定会有比较多烦躁，那我会尽量的能够来协助可能这个明年的会来帮他做一些他需要我帮忙的事情。那其他方面，我觉得大家其实我觉得我们云林青山的会友，其实大家彼此间的交流跟沟通都还算蛮融洽，也蛮有相信力的。所以我觉得加入这个组织，大家真的可以多学习一些不一样的交流。关于国际交流方面，这几天有研究一下，我发现可能我们是比较碍于空那个距离上跟文化上，所以我们比较没有机会跟那个比较远距离、比较欧美一些情商的体系交流。对，我们好像都是比较局限在东南亚，就是韩国这边的话。当然，我有看了一下，其实其他国家的青商组织上，可能影响力也没有像韩国、像在台湾这么比较明显。不过当然还是有机会的话，我相信还是可以跨出去的。好，谢谢大家，我们说到此。谢谢我们二号的候选人，后面就会讲好他的竞选演说。那通过前会长有谁通过咨询？啊，我叫刘旺，刘旺。对，庄秘书啊，台一度还在动，好像对这个国际事务我们较密切啊，是不是？那你是不是立业单？要立业单，那个立业处的国际事务是？因为基本上理事方面，我对国际事务我是比较有兴趣的，因为之前也比较有接触一些国际上的东西，所以比较对那方面会比较有兴趣。跟当然也不是说就对这方面很有那个想法或者是经验度不够，不过当然就是我觉得这是我比较愿意尝试的这一块。现在因为我们政府都在搞经济，那你是不是也想在我们的就是说亚洲的南部就是说南极吧找一个类似也是青商的类似的姐妹会来跟我们交流，因为我们现在国际姐妹会是剩韩国一个嘛，日本已经被合并了，已经没有了。那是不是有机会的话，是不是你在担任理事期间，通过关系我们之类的？找一个比较属于东南亚的那个姐妹会来交流来的。好，谢谢。关于这个问题，当然有机会的话，我是蛮乐意。那至于南进的话，因为像现在南进来说，他们的政策走到像什么印度那些，我觉得那些国家有宗教文化，可能这种组织上比较难一点。那泰国或者是菲律宾这些。maybe 比较有机会，因为我看菲律宾也有比较类似像这种福伦社这一类的机会这种组织。对，谢谢。
任二号，庄明信退休。今年你担任国际事务主委，本来有幸跟你一起到韩国去，你在摸索之中，然后能够胜任这个国际事务主委，做得非常的好，为什么尽职？虽然是只有短短的五天，所以说今天就看到你刚才所讲的，要来胜任明年的有关的国际主委、国际理事的这个工作。你要如果能够再进一步来确定本会在国际理事这方面的工作，够来详细的来讲一下。好，谢谢吴吴成会长的仔细的讲一下。我觉得目前是还没有什么可以很具体的建议，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也是要先跟我们所想要细的接触的，或者是觉得可以有机会可以交流的，先做初步的一个沟通，或者有机会先去了解一下，才可能比较有能够更实际一步的，可以更清楚知道我们跟他们可以比较怎么样实际上交流的一些讨论，或者是一些沟通的。谢谢。谢谢我们二号，庄明勋会兄他的咨询。接下来我们就再有请我们的三号候选人张台全。